机，我们关机只能选择我们这里面的有个关机哈，或者系统里面关机，我们不能用这个快速关机哈，不能用这个快速关机，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关机。关机，我们选中关机，然后它平板机就会关机。正常关机的话，大概需要3到5分钟，应该是5分钟，差不多5分钟。因为它正常关机和正常开机的话，它都会有一个平板机都会有一个清洗的动作啊，清洗喷嘴这边动作，所以说它关机时间会稍微长一些。当我们这边的状态啊，目前状态显示平板机关闭的时候，平板机关闭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机器给关掉。开关键啊，关机开关键，你按这个键就可以把机器给关闭断电啊。